怕。看他还会被靠近、欸，还是想要靠近一下看看。他跟嘴巴打开咬哎、欸，你不要害他掉牙齿。不可能，那没那么笨啊。他打开去咬一下。哦，他所以真的是杂食的，还有连啤酒罐，他这样啤酒的味道他都有兴趣。哎、欸，播，给我再播一下，好好笑哦。还会去咬他哎！你看要咬吗？好好笑、哦，好可爱。研究好久哦，又要咬。还要恐怖？好可爱！哎，可是我们手过去，它不会咬哎。这有味道啊，所以他会想要试试看啊、哦、他想说会不会是可以吃的、啊、所以你手上如果抓过那个他肯定也会去咬会咬你要咬你这什么这么厉害他很可爱是他还会用手去拨一下他真的跟蛇一样他那个嘴巴好可爱哦自己吓一跳哦